Hallo?哇，弹射！不是这弹射的话，它压里面被我锯板，它就要没了。哇靠，好牛啊！我应该左键的，算了。这个图的位置不左键，太多联动了。我操，三人机吗？双人机，但一定是个工具箱修的吧？这么快？哦，但也不一定。那边刚好是门口，这把人类刷门口的，门口刷两个人，然后直接修了。溜溜溜溜溜，想联动啊！我、哦、真的有个小联动。哎，这种屌判定真是无语了。这波着急了点啊。这边还有两三个无敌板，这个房间的板子他必死了。拜拜。哇，应该是有个证明自己的。看一下电机分布啊，这样子电机的话，那半区我就不去了。这把人类修机修的有点快了，要运营一下，有些位置就不跟他玩了。这个是弹射，弹射，这也卡了个弹射啊！我以为你是钢钉啊，哦，不是，方舱加速呢。啊，喽，拜拜，再起刀了，操！在破连击了，想办法破连击了。这位置得蹲他了呀，得守他了，这不。他们有个弹射的，没有定心丸，难受了。
这波不把他弄死，等下一波他们马拉松了之后开始躲猫猫就很难打了。小黑妹在这边，黑妹应该会看到了。卖的稍微少了点，没过来吗？没过来的话，他哎呦来了，老人头吗？还是说老人头？他疲劳差个0.5到1秒钟，这里把他先疲劳逼出来。哎，奇葩，真是奇葩啊！怎么锯都是锯板那种情况。怎么不会是连人带绑呢？你呀，修机可能会修这台，刚才这台机被你呀好像修过了。
双